第五波疫情持续，不少演艺人都先后确诊。DJ 朱芬日前宣布早前不幸染疫，好彩经过一轮休养之后已经好翻啦。佢仲分享一招好有效，就是疯狂饮水啦。另外佢又向一众粉丝报平安，话一家上下大细都安好，叫大家唔使担心啊。听日仲会翻去做节目添。最后佢亦都不忘为大家打气，话保重啊各位。